我先殺死咗我爸爸，然後再殺我媽媽。 点解你先处理你妈咪啊？平啲咯。你觉得点解 Connie 咁做？人都死咗，仲唔系嚟做咩啫？其实我真冇谂过会养你一世嘅，我忘记我自己杀咗你。 我想过翻一啲我应该有嘅生活。